双手踏起来的家，我最酸的苦涩也带在咱心底。梦想有我带咱的爱，就一定有我多。咱总是认真地过，嘛着用心体会，为今日甲时势。行过人生的考验，才相信幸福是咱的。有的苦会回家，有的痛会搁来过，有的爱需要时间来见证人生的美丽。对着梦想世界去飞，感谢你嘛无怨气，幸福的记弯弯的月，在咱的门口停。先生啊，你想要做啥呀？是有咧考虑啦。这么巧，你是出租信？不是啦，我是住伫隔壁的啦。不过哦，出租吼有拜托我帮伊看这间厝啦。你有啥物问题吼，你用问我啦。好，这么巧吼，这间厝的出租现在无住伫个遮。还阁有啦，这附近敢有公庙？厝主哦，搬去甲因亲戚大啦，这附近哦无公庙啦，嘛无啥物不良的场所啦，过一条马路吼，就一间派出所啦，这环境哦足清幽的呢。阿咪哦，有影啦，这环境袂歹啦。姐啊，你讲你住伫隔壁，这么一个吼，你敢袂迷信啊？无啦，我无在信这啦。你来雄雄问这个问题啊？哦，无啦，就雄雄想到，凊彩问问咧啦。是啦，人咧讲哦，千金买厝啦，万金买厝边啦，这是有道理的啦。这间厝哦，无啥物问题啦，我住喺遮哦，几落十年啊啦，你放心啦。厝主有交钥匙给我啦，你要入去看卖无？无这麻烦你啦。哦，好啊，你若看有喜欢吼，我再阁甲你介绍这附近的环境啦。呵呵，多谢多谢。来来来，来，请你吧。阮准备搬厝啊。妈妈甲恁讲，咱搬到一个新的所在，就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安尼毋是足好诶。我惊我出去耍，找无厝转来。哎呦，毋若囡仔安尼啦，我大人哦，有时阵下班了后吼，也欠啊行唔着路咧。毋过厝拢找好啊，搬是一定爱搬的啦。我感觉无搬会去哦，小物件创治。毋过我即个一定会家己厝放个做特栋诶。好啦，我若无讲无爱搬啦，
啊，只是讲咱这口灶搬厝搬到出师啊啦，变全家啦。哦，我讲对啊。讲到什么？阮真正搁要搬厝啊！你这个囡仔。囡仔讲话较坦白嘛。哎呀！贤妻啊，恁是款好啊袂啦？小弟，你个急性啊怪吼，你就莫怪我哦。好啊啦，剩食啦。哦，啊囡仔嘞？慧丁，慧丁，带两个弟弟来，紧嘞，紧嘞，咱要无时间啊，紧嘞，说你哦，来，手牵得好，啊去爸爸遐。哦好。好。好啊好。好。拢好啊，出发啦哦。好，行。来来。说你哦。真啦，莫等要算啦，来，这包花吼，给你店员，啊小弟带入去。来，哦，你分者。哦，要坐这位哦吼。哎呦，啊唔较紧嘞，贤妻啊。哎呀，你摆好啊袂啦？好啊啦。爱修理哦。来来来来，这我。好。兄弟啊，来到搬一下啊。确实，我跟你讲哦，时间你家己准则哦，唔通死搞，搁当尾咧怪东怪西，我是无信这哦，啊！我跟你看囡仔，哎呦，输了啊！啊，想输啊哈！反正你带弟弟来耍哦，哇哇，面皮拢煮好啊，哈哈，反正真乖呢，哈哈。好，来来来来，送来吃吼，来，啊，把这包包内面的衫吼，摕起来挂起来，吼，来。还不如脏啊，臭脏。贤妻啊，贤妻啊，贤妻啊，贤妻，贤妻，
啊，你是安怎啊？无啦，着雄雄安尼，头足晕呢。啊，你有啥物代志啊？贤姐啊，我摕柑仔吼来互你食啦。安尼哦，来啦，遮济啦。哦，我家己来，我家己来。多谢呢。会啦，免客气啦。啊，贤姐啊，啊，你的身体是倒位无爽快啊？爱叫医生看无？免啦，我想一下就好啊。你用想的，就知影家己的身体倒位出问题哦。敢讲是这间厝，我阁住了无适合？奇怪，当初搬厝的时辰嘛是我拣的，是良辰吉时，搬厝的好日子。啊，哪会住住咧，阁出问题啊？哦，你莫想这有诶无诶啦，还是去看医生啦。莫啦，看医生爱开钱甲食药啊，上讨厌。你已经做人的老母安尼，啊哪会阁敢那囡仔咧？啊，飞弟，我就是无介意啦。啊，我想到啊，你是想到啥物啊？我以前要搬厝的时阵，啊，伫旧厝遐有搭供庙求，求讲我若是会当搭新厝住较顺利安稳，我就会准备花甲树果去行愿。哎呦！啊！你搬来这已经住两三年了呢，啊，囡仔哦，拢读小学啊，啊，你即马才讲，敢会安尼哈？哎呦，一定是这个原因啦！你看，我的囡仔身体拢无问题，干那我有代志。啊，君子啊，这是毋是表示有一个冥冥之中的力量在创治我？啊，你哦，实在真会编故事呢。哈？连你嘛无爱相信我、喔，嗯，我还是较相信医生啦。若是哦，你心肝内哦，真正感觉不安哦，无你着去行愿啦。啊，愿若行了哦，身体若无较好哦，你着爱听我的话哦、喔，去看医生啊。嘛毋是专工去行愿，啊，着是有一寡衫要送予旧厝遐的人客啦。哦。无你去无用啊，嗯，下晡吼，我来帮你看囡仔啦。真的吗？是啊。哎，好，安尼哦，无我先来去啊。麻烦你啊。没啦，送你啦。再见啦。美容呢？我看也是爱去行一下弯的。去行啊！对啊啦，我有去你讲的迄个公庙行完哦。来来来，啊你是什么官啦？来紧讲，我听下子啦。啊，无遐济啦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紧嘞。就是你之前甲我讲迄个公庙完啊，我请神明保庇我搬你去新厝了后，会当平安顺利。啊，不过我即马住迄个新厝，住起来阁安尼头晕目暗，应该是之前无去行完哦。啊，这个原因不是去行过啊？我行过啊，啊，什么时候行过？你袂记得啊？差不多两个月前，我去宫庙找人开讲，伫遐拄到你啊，啊，你就是去行愿的啊。对吼，我想起来啦，啊，真的有这件代志呢。哎呀，啊，我前段是咧行什么愿啊？啊，我头戆，是咧戆什么理由啊？行机啊！你唔着爱倒来常常找我开讲，有我提醒你，你就袂出这个差错啊！哎呦，啊，不过我有足侪工课爱做，无时间啦。安尼我咪用去恁家啊，恁新厝我阁袂去过咧。那你无来过，我所有的亲戚朋友拢也袂来过。哈？你无亲戚朋友去甲伊行村哦？啊，阮都常常咧搬厝，搬来搬去，因拢唔知阮住伫倒位。啊！而且恁厝嘛爱加班，我若厝内嘛爱无闲，无时间去招待因啦。啊，恁厝朋友嘛足济，嘛拢是恁厝出去陪因开讲的。唔是啦，
我是讲恁大家官人敢唔捌去恁家？无啊，安尼哦，安尼我知影你常常为虾米人会无爽快啊？啊，是虾米原因嘛？紧甲我讲啦。无啦，我无时间啊啦。欸，等下啦，啊咱那行那讲好不好？我陪你讲。好啦。因为啊，恁家就是无人去惊打，人会去踢掉的，无流通。迄就是干那人的血路同款袂顺，人就靠靠判白。安尼哦，啊你敢毋捌听过？气运气运，气若袂顺，运就袂通。啊，毋过恁厝甲囡仔平常时拢同款啊，啊上班的上班，上课上课，嘛无啥物特别代志发生啊。哦，你无相信我？简单一句，就是恁家人气无够，然后啥物无好的代志要发生，一定就先找着你。刷落来啊！哎，因为着恁先生家己个囡仔，恁先生做事业着袂顺，啊，你囡仔着搞破病，这么严重哦！阿华，啊，你紧甲我讲，啊，有啥物方法啦？即卖上好个方法，就是请恁个大家官来甲恁做伙住，分因个福气。你敢毋捌听过？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啊！是有听过，啊，毋过即个道理。是安尼解说吗？纯粹毋是，啊！你敢毋捌听过？若请是大人来咱厝内，甲咱做伙住，这个福气是赢过你百十年呢。唉，这我无听过呢。哎呦，你着把这句话记牢嘞！邀请你的大家官来甲你做伙住，试看卖这个方法。啊，真正若讲试也无效，咱再过看卖啊嘛。紧来，我无时间啦。好啦，阿华多谢你哦。嗯恒基啊，哇，啊，暂时几点啊？你还袂去睏哦？哎呀，我来洗头做一段咯，歇睏一下啦。啊，对啊，明叔，我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讨论啊。什么代志啊？我想要甲爸母接来住，啊，让咱这间厝的灵气搁较旺咧。啊，你感觉咧？哎，将阿爸母接来厝里是真好啦。啊，不过吼，袂使因为这个理由啦。啊，无要什么理由？咱要将阿爸母接来厝里住，上好的理由就是因为咱要友好时代啦。我嘛会好好友好大家大官啊，而且让咱的运气搁较旺嘞。啊，一减二个，得着福气，赢过拼十年呢。啊，你咧想啥？我听有啊啦。你就是为了迄句得到的福气，赢过拼十年，才要甲阿爸母接来厝里住，对无？我嘛是为着你甲囡仔，而且给囡仔更较好的环境，是每一个爸母的愿望。啊，而且每一个做太太，嘛拢希望家己的翁的事业会当安尼足顺利、平安健康。我的出发点拢是为着你，啊，有啥物唔对？哎。我老公你唔对啦，啊，只是阿爸母因住伫阿莲迄个所在哦，遐尼边境亲友啦，啊，即摆雄雄甲因接过来，伊毋知影住来惯势无啦，所以讲哦，我来爱过去甲因请示啦。阿爸母若来住，我着用所有气力，互因住甲足舒适、足欢喜的。啊，拜托你等你请示看卖啦。好啦，看你遮尼辛苦，遮尼有心吼。我甲伊问看卖啊来啦。哎，啊你最近石头哪有搁接遐济啦？有趁钱的机会，当然好好把握啊。你常常安尼发头壳疼、头壳晕，我看就是因为吼工课做伤济啦。莫搁讲啥物，我莫接头路接伤济，我无想要听啦。你就是安尼啦。全精神咧想要做工课啦，想要赚钱啦，压力伤大，毋只常常咧袂快活。你又搁知影？用脚头捂想就知啦。
啊，不过我少年时阵嘛是安尼做代志啊，我的身体都无问题。你即摆几岁啊？你叫是你要十几岁啊？嘿嘿，汪敏慈啊，你即摆意思就是讲我老啊？啊，你已经是三个囡仔妈妈呢，若无好好保养吼，真紧就会老啊！我要来困啊！汪敏慈，你。你给我听好，我两天不爱跟你讲话啦。君子，你笑啦，你笑到大声袂要紧啦。莫生气啊啦！啊，你这两天真正拢无甲敏慈啊讲话哦？是啊。敏慈啊，只不过讲唔对一句话啊，尔啦。啊，你平常时哦，讲唔对话哦，应该比伊较济吧？啊，伊拢会用个原谅你啊，啊，你为虾米唔肯原谅伊咧？我唔是你气伊济啦，是伊常常讲话甲我消遣，啊，佮讲我做迷信诶。敏慈讲了无唔对啊，连我拢感觉你足迷信诶啊。哈，连你拢甲伊徛共一边哦。你为什么哦，拢不爱听敏慈的苦劝呐？伊若一开嘴，就是要甲我教，敢那伊那生足厉害，啥物拢知影，甲我当作足无知的。伊计是所有的道理，拢徛在伊迄边，我就是无佮伊这种态度啦。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才甲伊结气哦。这是一部分理由。啊，另外一部分，我是感觉在这个世界上有足侪无法度解决的代志，啊，若会当用一挂方法来解决问题，安尼提早知我的命运会安怎行，我的心内嘛会较平静啊。你讲对无？啊，你有这尔疼惜你的翁在陪你，啊，你的心内佫感觉袂平静哦。我一直感觉我的命运愈来愈歹。那安尼，自你出世到即马，你啥物时阵才感觉你家己较平静呢？较早住台中，细汉时阵，我感觉我的阿爸母，就亲像山共款，在因的身躯边，我就感觉。足安定，足平静的。阿爸母啊，恁小姐等一下，我要有现机啊一个惊喜啦！恁两知影？恁会用来，现起有偌欢喜咧！好啦好啦，阿莫想甲创甜啊！等一下啊！我今仔想，现起啊，我转来呢。好啊。啊，我转来，你嘛小甲我看一下。贤姬啊，你看，谁对我转来啊？阿爸母，阿爸母，恁哪会这罕行啦？我都想恁啦，来看恁啦。好啦，给你拜谢啦。好啦，好啦，请。哦，还是素心嘞。阿爸母，拜谢啦。出来上班，啊，我收收嘞。老母遐坐啦。啊，你这样子石头在做哦。现今啊吼，伊安尼哦，到处趁钱哦，足无闲的嘞。好，啊，石头这么坐哦，还袂伤忝哟。哎呀，唔通甲顾作身哦，啊，嘛爱好好休困，身体够用嘞。有恁阿咧甲我关心，我感觉我足有福气的。啊，看到恁两个坐到阮家客厅，我就感觉足欢喜的。对，阿爸母，啊，恁即届想要来住偌久啊？
想讲吼，来甲恁作做四五工啊啦。安尼就好个啊，上好是大愈久愈好。安奈无提早甲我讲啦。啊，煞毋知影即卖都无种田啊，啊想讲吼，佮恁阿爸阮两个吼，啊着遐行行，遐看看，啊想要去遐住几工，着住几工啊啦。啊，进前哦有讲啦，啊着民主讲哦，啥物事互你知影个咧？伊讲要互你一个惊喜。汪敏智。你搞创的啊！阿爸阿母，你看啦，我完赤白白啦。贤姬啊，我无甲你讲阿爸阿母因买来吼，就是要让你安尼向阳看了，因安足欢喜的啦。你是唔知我还要穿几号？阿爸阿母，你莫见怪啊！我甲你讲，我平常是对汪敏智足温柔、足体贴的。有影啦，迄足温柔、足体贴的啦，体贴到吼，你看我阿手互伊扒到乌青结血啦。唔啦安尼咧，这两天哦，佫拢唔含我讲话咧。哎，你实在足挑工的咧，莫让阿爸母误会我好无？哈哈哈！袂啦袂啦袂啦，看你安尼当水果吼，佫不只好耍的。真实的啦，真正真好耍。阿爸母，你袂感觉阮安尼袂要紧哦？袂要紧啦，安尼真好啊。对啊对啊，啊恁两个看起来吼，袂输敢若兄妹啊，佮敢若朋友嘞，安尼吵吵闹闹，啊有讲有笑，安尼嘛是一种幸福啊。嘿啦，像我少年时阵啦，古板啦，啊即摆食老啊吼，也袂用变巧啦。恁若无哦，甲我生活做伙哦，一点仔趣味嘛无。哎，啊，水好起来啦哈！哎，翁仔某就是啊，亲像安尼啦，莫讲吼，啥物人较占权啦。啊，恁那个生三个囡仔哦，佫袂输咧初恋的，哦，我足欣羡的啦。继续落去啊，知无？知啊。哎呦，我欢喜到袂记哩帮恁泡茶，明厝记去泡茶啊。准备。进去。安尼，我去红粉池啊买两行菜啦。免啦免啦，啊唔免专工哦，替阮去传啥物物件啦，唔免啦。袂要紧啦，无偌远，我足紧就转来。恁来，我一定好好甲恁招待，互恁住到足欢喜的。好，安尼我先来啊。有看的无？无通嫌啊啦。现在就是拢在过日子啊，嗯。阿母，我甲你讲哦，找我做啥的人客，拢会变成我的主顾，而且佫学了我的手艺，足好诶。啊，佫有啦，你看，即领衫的人客，因家规家伙的衫，拢是我做诶。哦，遮敖哦。欸，啊你手工真油呢，莫怪哦，遮人客拢会变成你的主顾客啦。敖敖敖。我伊看了长好看哩，我也去看看才来算啦。妈妈。安怎回来啊？对啊。啊，讲是带恁去倒佚佗。阿嬷，阿公着带阮去庙口看大鱼啊。看大鱼哦。啊，你敢有学几句啊？有哦，哪会无？来来来来，唱几句啊，阿嬷听看麦。好啊。会晓。会哦。预备起，如牛改扮醉郎中，何处英雄绣红松？珠宝轻好杭州翁，轻罗成天拜苏东。够牛的啦！你这歌声这好吼，拢见着爸爸跟妈妈啦。阿爸、阿母啊，我今晚要去上班啊，明仔载我下班了才陪恁开讲啦。哦，紧去紧去，阿无白赴哈。贤姐啊。你也甲阿爸阿母哦好好款待呢。你别烦恼啦，我知安怎做啦。好啦，啊你先吼，莫敲讲阿妈啦，吼。好，我谢你啦，谢你哦。好，拜拜，再见。妈妈，我来甲你洗碗。免啦，恁三个去写功课。哦。进去。等下啦，来，来去写。耶！谢谢妈妈。免啦，进去哩，进去哩。囡仔就是安尼。对啊。贤姬啊，敏厝对你有好，若无好吼，你甲阿母讲，阿母吼替你来甲教示。阿母阿爸，敏厝对我足好诶，嘛足疼惜我诶，你毋免烦恼啦。阿弟啊，你明仔载想要食啥物，我来去传啦。免啦，你食啥，阮就食啥，毋免专人传，哈。好啦，安尼哦。
哎，英姐啊，你好。嘿，李长辈你好。啊，请你啊，有啥物代志？请问恁家有一位叫王占明先生无？我就是王占明啊。哦，你好啦。嘿。恁大阿有先敲电话来啦，啊，我转达讲你的孙哦发烧啊啦，啊，已经烧两天啊，拢烧袂停。哦。烧两天拢烧袂停哦。是啊。那遮严重啦。啊，恁遮咧无电话，我只好帮忙转达。哦。 多谢你呢，多谢啦，李长辈，啊，你让你早起抓。那我先来等。好，先行。哎，后一个囡仔发烧两天啊，啊，即马才敲电话来通知，啊，阮当哦是足惊吓的啦。明仔载吼，咱就来去啦，来甲顾啦。嘛好咧，袂用你啦，恁才拄来尔，马上就要转去啊。 你即摆是咧讲啥话啊？迄大孙咧发烧咧烧袂停，阮心肝会急啊！啊，当然是爱来去甲顾啊。恁去甲看，嘛会当带大家，免去倒来遐啊！而且会当敲电话关心，随时问伊来状况啊。迄电话中咧讲啦，讲会清楚啦。啊，规日来去一撮倒啊，啊，你怎啊摇来摇去？啊，你要来安心啦？我的安心就无重要哦。阮以前咧三个囡仔嘛常常发烧，你嘛无会甲恁看。敢讲，伊的囡仔就是恁的孙。 我的囡仔，就是恁的孙哦。你即马是在讲啥哈？你甲听我几句啊？意思讲咱大细心啦，拢无甲伊照顾啦，啊对你作死咧就对啊。阿爸，我就是想要恁留落来啦。无可能啦，明仔载哦，我来坐头一班车走啦。阿爸，你莫安尼啦。好啦，你即马啥物拢要讲啊？我也嘛无想要听啊。阿爸，阿爸。 阿爸，母搞错。阿爸，阿兄弟哪会赶出来啊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明珠啊，你回来做拄好个，啊，你以后敢看一下车帮嘞，即摆去有车通坐无？阿爸，啊，恁阿爸回去啊？啊，都哦，恁大个囡仔在发烧啦，烧袂停，想要来甲看一下，啊，无想要待在遮啦。 阿，啊，恁无想要待在遮，是安怎？是谁家你生气了啦？你莫问啦，无想要讲啦。阿爸，啊，咱是一家伙仔呢，有啥物互你无欢喜的吼？你直接甲我讲啦。无啥好讲的啦，啊，加讲是加气恼的。 阿兄弟啊嘞！接到电话就遐囡仔要互伊去上课啦。阿爸，啊，这其中可能是有啥物误会啦。无啥物误会啦，就是要等你倒来带路，啊，车房是会有啊，袂有，啊，你是要行无啦？无代志啦，啊，你也毋是毋知恁爸的性格，就是安尼，甲兄弟啊无关系啦，莫想复杂。 进来啦！阿母，歹势啦！无代志啦，你把遐囡仔看看嘞，互伊去读书，出来过好哈。阿妈再见！再见再见，爱乖哦。阿公再见。啊，再见再见。行啦。阿爸。
你让我搬啦。给你。妈妈，阿公是为虾米会生气？拢是妈妈唔好，你阿公生气。妈妈，安尼你就去甲阿公回信咧就好啊。阿公即摆无想要看到我，我若硬去甲伊讲话，伊会搁较无欢喜。那要安怎？我嘛毋知影。啊，你嘛行一个较紧的，迄巴士是无咧等人的呢，紧的啦。阿爸，好啦，送到家就好啊。过来哦，我知影路通去坐巴士啊。啊吼，无用做你啦。阿爸，莫啦。阿母啊，哎，等恁囝还好，伊要送咱去车头，才几步路尔，啊会用哪行哪讲？你是咧急啥？好啦好啦，莫遐啰嗦啦，人少年少年的工课啦。阿爸，我送恁来车牌啊啦，我看恁上车，我才会放心啦。爸，啊是毋是现起啊？才你想起的啊？你一定爱问到一支朋友啦。爸，这代志我若问无清楚，我会一直想，啊想到毋是啊，拢睏袂去啦。其实哦，我家己性地无咧外好啦。啊，明早现起啊，个性安尼，后头一日发起来，我都无咧管遐济啊。啊，那恁毋着真是现起啊？才恁想起的？啊是讲，现起啊伫足期待，你若阮遮大，啊哪会舞到即落地步啦？阿爸，我转下好好甲念啦。你莫怪现起啊啦，代志会舞到安尼哦，我想伊心肝内嘛足艰苦的。现起啊是有较受伤啊，啊人伊也无歹意啊。当发生冲突的时阵吼，嘛无话拢怪对方唔对啦。啊，讲话有较直，那又是安怎？火气大的时阵哦，大家若用咧滔滔讲，唔就无这个代志啊。好啦，我知影你咧讲话啦。查某囡仔人想较侪啦，啊，听到啥哦，较会为心肝来去啦。啊，你着好好啊顾啦，顾家己，顾家庭，唔通互伊伤大压力啦。阿母啊，我知影啦。好啦。行好，安尼就好啦。行啦，行啦，较紧的啦。巴士内面要来啊啦。恁爸的事你知影啦，啊好我照顾家己啊，啊好我照顾兄弟啊，唔免想伤济哈。好啦。准备早顿，你吃完就去睏啦。我袂晓啦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兄弟啊，啊，代志哪会舞到这个地步啊？你无讲，大约我嘛约会着啦，一定是你性地硬起来，啊，为啥你乌白讲，才去得失了阿爸，对无？讲起来这件代志，我嘛有唔对的所在啦，甲你无关系。你也无伫厝诶，
去啊。普通事拢我让你，啊，若当了什么代志，拢是我吞落。我拢无甲你提醒讲袂用安尼做，我就是讲你家己会发现问题，家己会知影安怎改变。那知影讲改变了伤慢啊。是的啦，我的修养无好。啊，你敢有想过要安怎改进？我就是安尼啊，我自细汉到大汉，拢改袂掉。爱想办法啦。做人袂用干那知影反省，啊嘛要知影讲反省了后要安怎改进啊。我若是有办法，我早就改啊。你也毋是毋知影。我真的就气我家己的，我气我家己，是安怎会安尼？我无想要安尼，我真正无想要安尼啊！天琪啊，你是要对啦？我要去买菜啦。你莫安尼啦！啊，特别我讲你无介意听的话，啊，你落我就要做你走。我要出去行行嘞，我若搁留伫厝嘞，我毋知我即气嘴会讲啥物歹听话。我得罪阿爸已经足后悔啊！我若搁惹你生气，我真的让我家己气死。到底安怎做，才能改变你的情绪？我智慧实在是无够。天机啊！阿君，阿弟也去买菜啊？系啊，买了也要回来啦。哦。啊，贤弟啊，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安尼狂神狂神啦！啊，你有啥物代志吼？你讲出来啊，咱会用参详啦，唔好藏咧心肝底啦。迄可能是恁大官一时的气话啦，等伊的气若消哦，就好好甲你讲啊。我若是搁惹伊生气。还是我讲话，搁无经过我的头脑，是要安怎？莫啦，我看哦，莫见面啦。啊，不过恁是一家人呢，敢有可能永远无见面？有拄着才搁讲，我即马实在无迄个勇气去面对。贤弟啊，啥物问题哦，无去解决，一直藏在心肝内哦，安尼就出问题啦。啊！不过我真的足袂晓处理代志的。你奈这尼啊对你家己这尼啊无自信啊？我要安怎有自信？我最近真的有够无顺利的，应该是我的运气无好，带衰身躯边的人。哎呦，你想伤济啊啦！你看阮大哥去予我气走，害闽厝足生气的，安尼阁无够衰哦。阿君。你知影有倒位足灵蛇的宫庙，我想要去行行嘞。你的想法哦，想偏差啦，安尼哦，唔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啦。啊，不过我安尼心内较会较平静啊。阿君，我拜托你跟我讲啦。这哦，这我无法度，你莫找我。
啊，困起就听你咧车声的声，哇，你嘛真厉害呢！啊，心情遐尼歹，搁我多人去车声哦。是的哦，我哪咧做事，哪咧想安怎改变家己的方法，我无用插你啦。嘿，啊，我无甲你得失啦啦，为哪着讲甲遐尼酸啊？你着予我安静，好好反省家己的错误，好无？当然嘛好。啊对啦，我有敲电话去阿兄遐啦。啊，大兄的囡仔血有较退无？有啦，已经退烧啊啦。平安就好啦，平安就好。嘿啦，对啦，阿爸母因转去阿奶那啦。啊，我这礼拜有一天的假，我咧想讲，咱做伙去看阮阿爸母好无？你会枵未？我把菜烫烫嘞，予你食啦。袂啦，我袂枵啦。啊，是讲我拄则问你问题，你还袂甲我回答嘞啊？幸福一直行。